小平，你少说两句！你让开！如今要死的不只是你，还有佩芝。啊！你说你要将骨灰撒到天上，看看高处的风景，你看到了吗？ 看到了吗？看到了吗？走，舌头发黑，提前用了夺魁长狼桩。是，蔷薇，那买家是什么人？袁青。蔷薇，时间马上到了，太后那儿该怎么交代？大人，凤凰头找到了，就藏在御书山洞里。现在只能将凤凰头和蔷薇交上去。至于那个神秘买家，你傻呀？ 你以为把尸体和凤凰头交给太后就能糊弄过去？他要的是柳太傅。柳太傅把常威家给我掀了，掘地三尺要找到线索。是。佩芝，事已至此，既然什么线索都没有找到，常威也已经死了，你就替他写份口供。 就说买家是柳太傅，穆伟，满朝文武放眼望去，除了他还能有谁？你不写，我写。不必了，张平，是我要废下这个案子，才惹出这么多事儿。找不到幕后主使，我一力承担。你承担？你承担得起吗？横竖就是一死，你上赶着死，我眼都不眨一下。 你以为只有你自己吗？啊，穆伟，别拦我！那也不是你诬陷他人的理由。张平，你少说两句，你让开！如今要死的不只是你，还有佩芝。你当真以为太后会放你一个世子出来查案吗？你倒看得起你自己？要不是太后想治柳太傅的罪，你现在已经死了。是佩芝。 抵上了身家性命，才换了这两天的时间。若此事不能如太后所愿，佩芝也要以命相抵。兰大人，多说无益。张平，你且在此等一下，我还有事要与孟文商讨。